那是一饼吗？啊，你试试看。蓝色的。有花吗？秘密。还好烂，我烂到我都要笑出来了。大家，麻烦，好脏，对。好像要七万了，哈哈，打光光，我刚刚有讲到他那个啊，我可以吃吗？应该是可以啊，说没那么硬的话，可以的。我先问他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我先问他，他说不能吃，应该是。我刚讲完才发现说干尿里面二三饼，我太乱讲话了吧？应该是可以的。拐到了吗？有点好笑。哦，可以，先问。好瞎。怎么会要吃一饼？不是你打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我嗯。我根本不知道这一颗是谁打的。你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第二张。可以给我一张卫生纸吗？谢谢。不要，不给了，看。你看，把哪个卫生纸都死了。两台，完嘞！耶、yeah, ，我拐到了，都你的，我的幸运瓶盖，我要回家把它当，哎呦，传给我子孙。一两块钱，吕家我问说，请问我的下家连庄，我的上上家他打出我胡的牌，但同时也是我上家胡的牌，但我的上家过他水已经要摸牌了，但是我倒牌，他把牌放回去说他也要倒，请问这样怎么算？其实呢，他这样子应该是不行的，因为呢这个是有一个小技巧在的，因为如果他手已经去摸牌，表示他要过水嘛，那你胡牌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不能胡了，所以呢有一些比较谨慎或者是说老一辈在打牌的时候，他们胡牌都会喊得很慢。例如说，你的上上家打了一张这个你上家胡的牌，他就故意等你的上家手去摸牌以后，他才来喊胡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就是防止过水的一个机制。所以照这个情况来说呢，你的上家是不能胡牌的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